现在时间7点整。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大家早安。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多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发哥开讲啊，今天继续讲这本书《晓峰人生》啊，李晓峰69回忆录啊。李晓峰这本回忆录非常趣味啦，每次会跟他小说同款，写得足趣味的。但是因为写得很长，所以他分成三本书，上中下集啊。那么他写了很多李晓峰的出生、家族。后来念大学怎么样写文章，在大学杂志发表啊，被学校开除，开除以后的过程痛苦，要重考，怎么样认识了陈永清医师，怎么样开始研究台湾史，怎么样做告修，一直到现在参加党外运动，到海外演讲等等啊，都写在里面非常长。所以呢，要讲小李晓峰的弯弯曲曲呢，作者爱慢慢来讲啊，啊，这本书都要新出来呢，我也未使讲，规本该讲完啦。所以今天我要挑他上中下下集的第19章啊，因为这一章他写了一个概述笔啊，很有趣，而且很值得思考。诶，李晓峰家己的经验。第19章讲的是上注笔叫做“我的一张嘴”啊。我一支嘴就对了，讲啊，我一支嘴到底伊在讲啥呢？介趣味就对了。啊，内面话介侪值得咱思考反省的所在啊。人的一支嘴啊，啊，介侪作用啊，会当食饭啊，会使讲话啊，会当配谈啊，会当讲啦，对不对？啊，李晓峰所讲的，我一支嘴是讲我生平去演讲，印象深刻的演讲。啊，因为演讲带来的一些问题的问答，该处理的问题啊，遭遇，他把它写在这章里面，非常有趣，该处理，都很有人生的意义啊。所以我特别算一张啦，这一章啊，第19章，李晓峰回忆录里面第19章，我也一支嘴来讲这个物件啦。好啦，讲这个物件一讲啊，花哥还是先讲一下花哥所推荐给大家的北大武山咖啡。哦，现在冬天啊，这种天气喝喝黑咖啡，早上配黑咖啡，下午呢喝下午茶配黑咖啡，礼拜啦。啊，法国也从法国引进了法国普罗旺斯的法国的橄榄油，现在已经到了，就100多组，卖完我就没有了。哦，过年能不能接得到，能不能在法国那边运进来不知道，因为全世界的港口都在塞着，这100多组卖完在过年以前都不可能啊。所以你要的人咖啡或者橄榄油，请你打0910-0910-699087、啊，找吴小姐，0910-699087找吴小姐，或者你打0983-468356、啊，找吴太太，0983-468356，你找他们，和他们谈一谈啊，看看还有没有东西啊，要怎么样的东西你和他讲啊。好，咱来讲李晓峰
啊，回忆录来宾呢，我的一张嘴得找高第十九章。一共啊，我在四啊、在四新大学教书时阵呢，嗲嗲，我们同事啊、教授之间都互相调侃了、啊，哦，都会调侃我，哦，李小峰你是命锤命锤呢，花哥嘛嗲嗲，好人都着，哦，你命锤呢，讲这话不是盖钦佩，可能有点调侃了、啊。啊，李小峰都反问这些同事啊，你说我是名嘴，我是什么名嘴啦？嘴的作用该多呢？嘴的作用会当食饭呢？会使骂人呢？会当配谈呢？会当收金呢？该多作用啊！你是说我名嘴是对起嘴啦？大家拢哈哈大笑啦。但其实啊，讲起来啊，我今嘛常来演讲，但是该多人唔知啊，嘛无人相信。我细汉的时阵，连讲话都无啥敢讲话啦，讲一个话呢，面拢红啦。渐渐啊呢，也去开始加演讲，加我的贵姓啊，会足曲折的，三龙姑讲不完啦。我后来当了台湾史的教授，常常被人家请去演讲，啊，那个时候有一些到大家组织了一个台湾教授学会啊，我常常。代表台湾教授学会四个演讲，啊，特别是东华运动，啊，人算计啊，是讲无算计啊，是啥物党外的一些意识的启蒙，我就去演讲。啊，四星我的学生有的时候就会故意问我啦，老师啊，你演讲一遍，左算一遍，到底偌济钱啊？这个学生这样问啊，有两种可能啊。李小峰当时始终是被国民党列为可疑人士啊，哈，反对国民党诶。伊拢甲你监督啊，学生内面拢派几只学生甲你监听啊。这学生嘛，有可能是职业学生之一啊，跳过和老师闹亏啊，啊是要问些资料来回报啊。嘛有可能的学生啊，跳过要甲老师啊问趣味啊，老师啊，啊你常常去演讲，啊这样用功去演讲，啊到底演讲你讲一场偌济钱啊？李小峰，我爱回答。在一个老这学生怎么在创敌？都问一个啊！你们念书啊、哦？国民党教你们陆浩东去演讲，讲一次多少钱啊？哈！你说陆浩东啊，陆浩东啊，国民党当初革命人的陆浩东啊，演讲一场多少钱啊？因为我班上同学看我这样回答呢，哈哈大笑，都知道我怎么样回答这个学生到底目的在对呢？介绍人问我们花哥，花哥当时你常常演讲，有时阵当初汪变怀在的时候，你常常去出席。啊，你讲一场是偌济钱啊？花哥甲你讲啦，我常常当时替这民进党党外人去做讲啊，人走到屏东去做讲，讲了下骹落来，听众朋友讲讲，啊我啦，咱客家朋友，来来来，好，你先哦，辛苦啦，讲安尼有嘴无烂下就对啦，无啦送你三粒的来我种的这个泰国芭乐。可我跟你讲，天地迢迢走去屏东演讲，我的报酬讲一场都是三粒芭乐啦。啊，你要相信无？满世界拢嘛是讲三粒芭乐，两粒油啊，四粒托马豆这块的演讲啦，都是一个理想呢。一共在这么多的演讲里面，李小峰说呢 ,1993 年12月我在花莲一场演讲，我毕生难忘了。也是什么演讲呢？陈永新医师到花莲去山里位的。第一遍算落算啦，各位算啦。在选前之夜的时候呢，我的演讲啊，就陈永兴医师啦，永兴嘛是我好朋友啊。我都忘年之交啦，我该当作我精神导师之一啦。我该也高进足亲足亲咩啦？底下我无爱讲这个物件，因为讲李小峰的物件，那么讲啊，陈永兴个别当将来我再另外讲。陈永兴跟吴念真嘛是真好朋友，介些介趣味的秘密传闻我拢知影啦。讲念真啊，讲我听过。好，他李小峰去帮陈永兴助选，其实那一场啊。花哥也去了，花哥前面就去帮他去拍照，在花莲拍照，觉得这么优秀的花莲人都没得影响，
啊，竟然第一遍可以落选，过去选第二遍，要去处理啊！啊，所以呢，李小翁当时演讲，当时陈永清去演讲的时候是接谁的棒呢？接吴兴改啊，吴兴改做民进党的党主席啊。当时绿色的民进党在花东无可能有人选得掉，选去选不掉的。吴兴改元帅东征啊，为了要让民进党刚刚创办没多久的民进党站起来，他家己党主席、党外的前辈，家己走去花莲选了，选东选了。迄届哪不是国民党做票，互人抓到，哪有敢来天翻地覆呢？到最后才让黄兴介当选呢，哪无迄届都做票做起？怎样？陈永兴医师呢？都去选选一个啊刘伟啊。啊，选情很激烈啊，国民党买票很厉害啊。那个时候，李小翁说：“选前之夜，我站上去非常激动啊，我一生啊没有发过重视啊，只有那一次演讲我发了重视。”伊讲啊，我一世人啊，交了陈永兴医师这个朋友啊，我死都没有遗憾啊。但是如果这款的人啊落选啊，我甲恁各位讲啊，我死嘛唔甘愿啊。讲了呢，我家己呢讲袂落去啊。我回头爱来抓陈永兴的手呢，抓到台上来，来画考核陈永兴当选啊。我回头刷陈永兴在下面都会考啊。回头看到，拍摄啊！看到吴兴改在取目屎，我都讲起这个吼，花哥难免嘛会激动啊！啊，因为时代，咱走过这个时代，少年啊，唔知咱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不但是讲左算，不但是有的时阵未当算呢，国民党都叫这个代志，甲你找麻烦，你还管拢有嘛？所以今嘛讲少年人活用对活用，当然伊嘛该用啦，该做演讲该用啦，保卫这些拢作用的呀。伊上起码今嘛演讲袂去互掠去关啊。干那迄时阵不能够同时相提并论啦。李小翁讲着讲一生内面演讲啊，唔捌花过重视干那一遍的。后来陈永兴啊，终于惊险的当选了，不过嘛是做了一届呢。华联都是非常难算的所在，到今为止啦。你看，官丢了还坐了，这李伟才坐了，贪污坐了了，坐了来，果是高票当选的啊。华联到今嘛都是安尼啊。你想讲在华联爱寡困难，小米琴今嘛驻美大使表演这样杰出，选官丢落选就落选了，落选该落选呢。这块的人才，反正人人无爱呢，对不对？啊，今嘛去到美国，咱就看出伊的实力嘛。当然，花莲有很多奇怪的条件呐、啊，最特殊的条件都是花莲呐，有四分之一的客家人，四分之一的荷兰人，四分之一的阿美族，跟四分之一的老退伍军人，大概是这样的。当然，阿美族占比较多啦，我是说四分之一是差不多安尼俩，安尼比例。较复杂的就下回了。啊，原住民的选管调呢？原住民的票是和县长一起选的嘛？立法委员的时候，原住民有分开选，也因为原住民去投立法委员投原住民的票，陈永兴才有可能当选啊。如果加上阿美族的票，阿美族的票一大堆都差不多绝大部分拢倒国民党了嘛，所以选管调，民进党按那算的算没赢问题啊。好，他说除了这个演讲以外呢，东华演讲啊，我也记得在海外的演讲，我印象足深啊。到1990年的夏天呢、啊、，1990年什么概念？大家都不知啊。1988年蒋经国过身啊。1988年是蒋经国死去啊。蒋经国死去的3个月以后，花哥到美国去演讲啊。你那时阵是够风声鹤唳的呢。台湾同乡会去沿着我去演讲3个月，那个时候回来，你看看有多大的问题。
李小鸿是1990年对1988年就已经到死掉第三年。他去美国，他说他当家演讲，在日本的当家东洋会呢才去演讲。在那里演讲了呢，我遇到当家日本人台湾去日本上有名医学博士呢，郭永吉先生呢，郭隆吉先生呢，郭永吉我嘛以前去日本演讲嘛遇到过伊啊。伊讲伊是我爸爸的足好的朋友了，伊比我爸爸大5岁啦。伊讲啊，当时郭永吉啊，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他知道要抓他以前呢，伊先走出去啊。因为离开台湾的时阵，点点啊，偷偷啊走出去。1950年，伊要走出去的时阵啊，我爸爸的车站啊，李小鸿讲，我爸爸的车站拄到伊啊，在关田的火车站啊，拄到伊，伊多挂一卡大皮箱呢。伊最后，伊爸爸呢？李小鸿讲，我爸爸最忙都无收到，讲伊要流浪到日本啊，安尼一流浪啊，一世人差点啊无得回来啊。过永吉迄时阵，就是一个卡，一个大皮箱啦。阮爸爸拄到伊，就甲伊打招呼，问伊要倒去啦，伊拢无啥讲啊。啊，两个讲讲个，倒伫车站离开啊，无想到一离开啦，过永吉爱一直到你电话做总统才有机会回来啊。在解除黑名单啊！伊一生啊，40-50年的时间啊，拢在日本啊，到死啊。郭永吉后来呢，在日本变作著名医学博士呢，佮发明了把胚胎呢提炼为绿胚呢，在日本在世界医学上有名，而变成有名的新药的发明人，药厂的发明人，也赚了大钱。在家花哥嘛是花哥去啊，去日本演讲的时阵，黑暗时啊，黑是台湾文学国际会议，台湾文学的国际会议第一次召开，竟然要在日本召开呢？在台湾无啥无得亏呢？文行呢，不是禁地呢？黑暗都是贵用急车，咱大家吃饭啦，啊，包括张良哲教授，我都会记的啦。李小鸿讲嘛是呢。伊去个亚啦，因为伊是我爸爸朋友，我就去个见面啦。郭永吉都请我食饭啦。李小鸿讲，李小鸿就讲啊，郭永吉报告讲，我爸爸都某某人啊。我爸爸讲，当年你要流浪来日本的时阵啊，我爸爸最后看到你一面啦，都是在关田的火车头啦，讲你挂一卡大皮箱啦，大皮箱、旧皮箱的流浪儿啊。郭永吉讲对啊，无唔对啊！哦，你都某某人诶，囝哦，我感觉今麦变只狗啊，啊，就阿狗演讲啊。那么李小鸿中在当家迄条演讲啊，我拄着介济我佩服的前辈，包括柯世凯啦、黄蛟东啦、张良哲啦、刘明修啦，就是后来的伊藤杰啦。伊讲啊，当时柯世凯。诶，朴叔呢？甲卢千惠啊，柯世凯夫人卢千惠教授呢？卢千惠教授嘛是著名儿童文学研究家啦。柯世凯后来啊，变做总统的时阵，以做驻日本代表，而都驻日本代表等于驻日本大使啦，像现在贾东鼎呢。黑暗嘛，柯世凯甲卢千惠夫妇呢，请我在他家里住一个晚上啊。啊，柯世凯突然拿了日本很有名的政治评论的杂志，叫做《中央公论》啊，非常激动告诉我说，这一期啊，《中央公论》啊，有一篇叶菊兰的文章啊，伊讲啊，我把它翻译成日文，你看，你看这篇文章，嚯，我的日本上名，进去就翻作日本啊。李小鸿笑笑的，看看，甲伊讲，你敢知啊？叶菊兰这篇文章什么人写的？啊，柯世讲我唔知啊。李小鸿甲伊讲啊，我写的啦，是叶菊兰口述，我替写的啦。两个人哈哈大笑就对啦。啊，当时迄时代都安尼时代啦，连休困就忙得啦。上界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呢。李晓峰的啊，晓峰人生，李晓峰六九回忆录，讲到第十九章啦，我的迄一支嘴啦，讲到伊第一遍去日本当家演讲的情形，我拄到柯世凯，柯世凯提中央公论说，足其同解讲的话，伊叶菊兰写一篇，郑伦写的一个郑南榕的故事呢，哈、啊。我佮翻到日本，你看，顶下这重要的杂志内面呢，我笑笑的，李小峰笑问讲，你敢知道叶菊兰这篇文章什么人写的？我改写的啦，是叶公兰公爷过书口述给我帮他写的。这样的状况啊，他说呢，后来我还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张良哲教授了。张良哲基本都是佮真理大学因为也啊，这个册问题。啊，老家也资料的问题，跟真理大学讲了真不愉快了。真理大学对张良哲，介者足不公平所在啦。大家拢知啊，张良哲老师，发哥嘛介足熟个，因为大家文学家，伊是我老师啊。当时我嘛去个张良哲老师的在当家的厝诶。张良哲教授呢，拢有一个习惯啊，每一个来台湾人，当时张良哲嘛变黑名单，无得回来。伊都叫人写一个卡内面呢，足大一张卡，写一句话呢，留啊你啊。今嘛这资料，所有台湾当时遐，包括林义雄，大家拢有写过。他张良哲教授叫我写在卡片上来提字，来提上面字了。伊讲我顺手就写一句话啦，讲迄边的山啦。一条溪水啊，永远包着咱的梦啊！这是台湾民谣《黄昏的故乡》的一条歌里面一句话啊。李晓峰说呢，我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呢，张良哲教授回头一看呐、啊，一个目睭都红起来了。因为张良哲伊本身就跋倒回来啊，所以讲到那边的山啦、啊。啊，一条溪水呢，永远抱着咱的梦啊，拢抱着，一个拢激动起来。讲另外呢，这条演讲内面，我拄着黄兆棠啊，黄兆棠，我拢叫兆棠仙啊，已经过身啊，伊过身嘛，该意外啦。啊，因为做一个鼻子的小手术，因麻醉竟然没有醒来了。当时黄兆棠教授呢，在交和大学是著名的教授。同时，他是日本台独联盟的主席啊。黄兆棠对人非常的豪爽啊，伊是七股咖喱的人啊，台南人啊。伊拢常常讲哦，啊，我有一个西来啊血统，介早就讲啊。当时好多人，介少人敢讲哦，我做公道话呢，伊公开都讲啊。1989年，我去日本开会，台湾文学的会议去的时阵，做评论，我发表论文以后，做评论的人就是黄兆棠先生，兆棠先生对我的论文做评论呢。我说下的台湾原住民文学论呢，这是台湾第一篇研究台湾原住民文学的论文呢。李晓峰也是一样啊，和黄兆棠教授呢一见如故呢，哈哈大笑了。讲起介侪趣味的代志啊！当时啊，李晓峰讲，我问黄兆棠先生，当时李登辉因为赵经国总统都死啊，李登辉总统啊，依照宪法继任总统啊，接着李登辉要推动一些啊这些总统直选的一连串改革国会措施啊。李晓峰都问黄兆棠，足坦白的海话，讲话较简单啊。就问黄兆棠讲，你看李登辉先咯，啊，你认为李登辉这个人安怎啦？当时黄兆棠是台独联盟的主席呢。黄兆棠甲伊讲啊，我对李登辉有期待啦。伊讲啊，我听一个啦，非常惊讶啦，因为当时在海外咧做台独运动的人，若讲一句话呢，会乎别人配嘴软，乎人挂嘴就对啦。但黄兆棠说，我若观察李登辉。废除抗乱动员这个动员抗乱时期条款，我都知讲伊家路是台湾的路啦。今麦回头来看一看啦，当时黄兆棠在1990年的时阵，
都对李登辉做出这样大的赌注，这么大的预测。后来李登辉所走的路完全照黄兆龙所讲的路安尼走，你就知影讲伊的观察人是相当厉害。李小龙讲，今天回头一看啦，黄兆龙教授呢，郭永吉教授拢已经过身了啦，难免有小看啦，感叹啦。好，讲到这个黄兆龙先生呢，讲到台独联盟啊，当然李小峰啊，后面也还有很多叙述，其中一个叙述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把它提到前面来讲。伊讲啊，博洋的虾，中国酱缸文化的人啊，丑陋的中国人啊，写作《资治通鉴》白话文，足重要。博洋发哥，博洋阿哥话先，发哥家嘛真好，再来一吹开讲。博洋的人非常健谈啊。伊讲李小峰讲有一届啊，我甲博洋做伙呢，参加 TVBS 的节目啊，有一届呢，阿妈参加啊，这个228的纪念馆的活动啊，啊，作为谈228的代志啊，每一个人发表一个论文呐，啊，伊讲当时的228的大会里面呐，还有陈思梦教授呐，徐海英教授呐，一种外省籍的教授里面。对台湾上爱心啊，另外都博洋啊，咱做演讲啦，演讲了啊，轮流博洋去啊，博洋去演讲讲啊，啊，小峰这个人哦，李小峰这个人真正学识非常丰富啦，啊，非常文非常好啊，学识丰富，心思敏锐呢，可惜啊，伊是台独啦，哈哈，博洋演讲前当面安讲啊。啊，轮到我演讲的时候，我就讲回头甲保养，甲大家演听众朋友讲啊，保养都讲话，李小峰学识丰富，心思敏锐啦。但是后边迄句话呢，我认为唔对啦。保养讲啊，可惜伊是台独啊。我李小峰爱讲啊，我学识丰富，心思敏锐，难怪我变成台独啦。博洋啊，听到这个呢，特别苦笑啊，也哈哈大笑，大家拢笑个嘞。李小峰说：“我过回头刚讲博洋公啊，我还是要向你致敬啊。我今天会变台独，我开始会反对中国文化，就是念你的书开始的。我年轻的偷偷念你的书啊。你博洋下中国的酱缸文化，让我认识中国文化的真面目啊。我是受你影响变台独的啊。”伊讲讲着博洋这个人啊，虽然伊的主张不主张台湾独立啊，伊主张台湾要和中国变成统一啊，但是博老的态度、博洋的态度，和现在在那边拍中共马屁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问伊，老百姓问伊，下骹听众问伊讲：博老，你一个赞成统一，如果台湾人自己投票说他们大多数人要独立，你怎么办？博洋说，我当然就支持台湾人的决定啊，台湾人如果要独立，那我没有办法，我只有支持他们啊，这是民主的原则啊。所以李小峰说，从博洋的说的话里面，他的态度主头主尾就说，啊，如果台湾人决定要独立，我也尊重台湾人的独立啊。他今天拍马屁，用中国民主主义的观点去看台湾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啊。博洋还讲啦，最起码现在台湾和中国不应该统一呢。他说为什么？博洋说呢，无论是现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呢，两岸都有很大的差别啦。如果在这个时阵呢，台湾然后中国统一了，台湾的经济繁荣会毁掉，台湾的辛苦走出来的、流血走出来的民主政治也会毁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被摧毁。这对台湾人是不公平啦、啊！博洋讲，这对咱，我对我博洋这中国人嘛无公平啦、啊，因为台湾人存在呢，对中国才有改进的可能啊。所以博洋虽然是统派，但是他的统派里面他是尊重台湾民意，他也不主张这个时候统一了。他跟博洋，你想说博洋和别的这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伊讲到一边呐，我去参加 TVBS 的节目，跟博洋做伙。啊，主持节目的人叫做蓝轩啊，这是
蓝色阵营的哪个出价的哪些的通牌啊。我们在那边上节目啊，和博洋在一起上节目，那一天的题目是谈论蒋介石啊。博洋美蒋介石，哇，美蒋介石啊，陈世梦他们这些人也都在批评蒋介石。然后蓝勋就讲说，你们讲的都是蒋介石负面的啊，你没修就讲一点蒋介石总有正面的嘛，你们讲一讲他的正面好不好。博洋马上就给他讲，让我想一想看看，看看他的正面在哪里。然后想了几秒钟又回答蓝勋说，我想不起来他有什么优点啊。大概哈哈大笑了。啊，蓝勋问到李小翁说，啊，你修蒋介石有什么优点？李小翁说，有一个优点很足大啊，博洋没讲到啊。伊讲哦，什么优点啊？蓝勋赶快要让李小翁讲讲蒋介石的好话。李小翁该讲啊，蒋介石敢有一个好处呢？啊，就是每年的10月31号蒋介石诞辰的时候，国民党让大家到全国放假一天啊。蒋介石唯一对台湾的正面的功能敢到这个呢？这是李小翁后面跟博洋这些谈到台独联盟的王昭同讲到无同的意见，对台独无同意见的人，李小翁跟博洋介趣味的对位啦。伊讲啦，后来呢，我在日本还有另外一场演讲，是在西日本演讲。这个西日本演讲，西日本就是现在日本的九州嘛，我嘛去过。啊，九州去演讲啊！啊，九州演讲的时阵啊，嘛拄到真济好朋友，伫福冈的好朋友。啊，迄届我演讲的题目就是“一曲走天下”，啊，来讲到台湾近代史的角色。伫演讲的时阵，甲啥物人做演讲呢？甲中义人呐、啊，都二七部队的这个部队长啦、啊，还有另外就是玉山社的总编辑啊，玉山社的社长魏淑珍呐、啊。我俩演讲了呢，日本的好朋友呢，啊，佫安排咱去参观郑成功的出生的所在啦，啊，在长崎、江户那一带、平户那一带，也去参观了下关的春环楼了。这条演讲内面，我较难忘的一讲呢，我拄拄到呢朱立伦的岳父呢高玉仁，高玉仁的堂弟了。我演讲了呢，高伊个堂弟走来主动甲我讲啊，我是高玉仁的堂兄弟啦。但是小翁教授，你莫误会，我甲高玉仁的看法完全无同。高玉仁咧行即个国民党的路线，我无咧行国民党的路线。所以台湾诶，伫海外的情形是足复杂的。当然啦、啊，我去演讲的所在不只是日本啦、啊。啊，当然嘛是伫美国介侪拢，何姚彩去美国演讲啊。1994年呐、啊，李小翁说：“我应美国台湾学生会到美国去演讲啊。”那李小翁到美国演讲1994年，发哥去演讲是1988年，比国较早过年。那么李小翁去演讲啊，学生啊，就叫我演讲的题目就是台湾历史的特性啊。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从二二八事件来看台湾呢、啊，在这个两个多礼拜的演讲里面呢、啊，我发现了、啊、台湾的学生呢、啊，对台湾历史啊，根本就不理解了。所以我的演讲带给这些台湾留学生、台湾来的留学生很大的震撼了、啊。有一些学生就很感动了，一个在留学的女学生就问我说：“老师啊。”求台湾像你这样李小翁这样的教授有没有很多啦、啊？对台湾历史那么了解、这么关心的，是不是很多啊？我跟人笑笑跟人讲啊，实质不多啦。但是你们这些留学的愿意回来台湾好好研究台湾的历史的人才就会很多啦。伊讲啊，等下演讲了，后来我又巡回到其他地方演讲的时候，我普遍去美国演讲啊。差不多呢，拢会拄到介些意外的情形啦。有一届我要演讲的时阵，因为我下飞机场又在我的吴宗信先生相亲啊，要挂一回，就要挂大学那边演讲啊，时间未赴啊。但是呢，
车开的超速，一个警察就来把我挡住了，把这个吴宗信的车挡下来。伊讲啊惨啊，时间都未赴啊，搁拄到美国警察啊，美国警察啊是没有讲情分的啊，这一定会开罚单，然后很麻烦。就警察来讲是安怎啊？吴宗信指指我说呢，这是台湾来的学者，我们现在要赶去某大学演讲啊，对不起啦，我开快了，我知道我违规了。这警察讲，哦，学者要演讲，大学演讲吗？啊，我了解哈，来，这大学这条路吼，你要挂的时间，安尼未符哦。美国警察，美国人讲，我帮你开道啊，前面啊，警车呜啊呜啊呜啊，我开道呢，让我顺利到那个大学里面演讲。李小峰说，这是我一辈子第一次啊，让警察有人帮我开道去演讲。就威风的啊，很难忘啊。李小峰说，在美国演讲一定会常常遇到呢，中国大学生啊，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来和我挑战啊。那一挑战一定是统独的问题的。他说有一次我在美国的维恩州立大学演讲了的时候，回来面有一个人学生来给他转告说，有一个中国大学生想问你一个问题，想和你辩论。你刚刚讲到台湾历史和台湾独立的问题啊。他说呢，他想等你演讲完，他和你辩论啊。李小峰说欢迎啊，大概来讨论啊，那有什么要紧啊？我演讲了两个小时，讲了台湾从头到尾的历史演变，台湾人的感情的故事。讲完以后，那个找我辩论的人，这个中国留学生呢，没有挑战了，他在现场听完又找来。走到前面来告诉我，讲了一些话，这个话的大意说，我现在听了你的演讲，终于了解为什么台湾人要去主张台湾独立了。但是呢，我作为这个中国留学生啊，我还是希望你们台湾人不要独立了，你们台湾人对我们中国不要那么失望啊，我们中国呢经济慢慢好了，一定有一天也会进步，也会民主，到时候我们还是兄弟的，你们不要急着独立的。李小峰说呢，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主张啊，你们要赶快去争取民主，这样我们才能够变成一个好兄弟，可以讲话了。李小峰说，这个大学生真的很有诚意的，中国这个大学生。但是从他和我讲那句话，已经过了27年了。中国在经济上发达了，科学上也发达了，但是在民主自由方面显然就是退步了，所以到现在台湾还是一样没有心要和你统一呢，谁要愿意和你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权统一呢？这些大学生，现在这个大学生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参加中国民主运动？有没有抓去关？也不知道。这个是我在美国演讲很多难忘的经验之一，后面还有很多难忘的经验呢，花哥还没有讲完呢，今天暂时讲到这，明天感谢喜欢，再见，拜拜。快乐台湾，无限精彩。